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杰。萧瑟。嗯，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裘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百两了。闭嘴。